由細至 WhatsApp 俾個人，打電話俾個人，大至嫌疑問條件齊曬㗎。嗯。跟住屌你，我阿媽喺度咯，我啲細路喺度，要翻緊工啊！屌你，我春袋又好撚痕啊，我條閃電毛又好撚長啊！屌你，乜梗有藉口嘅？梗有藉口去解釋你嘅保守同埋失敗。你唔想走，屌你就只有拼死一戰。你移民大馬啦，屌你喺香港做二等公民，起碼去做大馬做人上人啦。屌你老母，有啲人話去大馬會咩排華，我唔諗係喎。我去大馬周圍，無論馬來西亞嘅女仔，屌你華裔妹。甚至乎有好多泰族喎，你知唔知道？你都知啦。馬來西亞有好多泰族嘅馬來西亞女仔，哇！一見到我揼撚曬糖啦，屌你老母！我都唔，我咁，我一點，我一點都不覺得我係咩二等公民。係實到牌。我覺得我係人上人啊，直情。去撚到呢度有印度 friend， 去撚到嗰度有多女，屌你啲華人！我去撚到我去到馬來西亞照屌嘅，你吹撚漲啊！啲人話唔好啊，好撚多藍絲，屌你咁多藍絲得過香港？我在馬來西亞，屌你有冇結果啲男士同我講半句嘢，我就屌撚到去趴街，吹撚仗啊！咪又係咁樣，屌咁好人一個，到今時今日呢個又話俾人打，嗰又話俾人中，又唔見中我，點解啊？屌你老母嚟啊！你估佢哋唔撚識啊？屌你老母啲古惑仔見到哇！屌你老母要打啤你都唔撚係嘢少喎，喂！屌你要收都收多啲啦，收多啲啊，收多啲佢哋又唔肯俾噶啦。屌你老母臭閪！讲真的，我而家手头上有晒移民世界各地嘅所有资料，系所有资料，但系我系冇 disclose 出嚟，因为我认为冇地方好过马来西亚。嗯 ，OK， 个人嚟讲啊。